错。我劝你省点力气，我还忘了告诉你，你除了不能喝水以外，还不能动物，否则的话会加速毒发，到时候就算我有解药也救不了你。病了，你的家人到了，那怎么办？跟我来。这行吗？这所有的人都认识你。没问题，你却不敢动我。已经看过了，你抓药便是。好。好了没有？好好。有几味药在里屋，您稍后。你小声点儿，快去不关。爸爸，你谁？别废话，别出声，进去。是不是觉得我很眼熟啊？是，不，蹲下。等一下。现在怎么办？先绑起来再说。好，你来绑，我给你抓药去。大侠，你就饶了我吧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我家里还有个婆娘要养呢，求求你，你就放了我吧。老板，这药快少好不好？查他病了。好。老板。这可怜的孩子。我还是想不通，于清科为什么要这个孩子。反正就是个凡人，没有为什么。可我还把他当成那么值得信任的朋友。你是没当上庄主夫人，有些遗憾吧？我别胡说八道。你到底给于廷哥下了什么毒？别动！秘密。药好了没有？江春春，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。姐姐还要带你去看这个世界上有多么美好，姐姐还要给你吃好多好多好多的好吃的，姐姐要给你吃包子，要给你吃烧鸡，姐姐不跟你抢羊奶了，姐姐把我的所有好吃的都给你吃，只要你能快点好，吃都给你，羊奶也都给你，姐姐什么都不跟你抢了。好了好了，别啰嗦了，给你吃药，吃完药就好了。吹过了。张翠云，吃上药啊，吃上药就好了。哎，妈妈，哎呦，乖。开门！有人？有没有人？赶紧走。啊，走吧。又还没人了。快开门！准备好了。人呢？快走。开门呀！哎，大侠，我怎么办？你救我吧！没有，小心啊，抱歉。
对不对？我刚刚在山下看见有间屋子，我们今天晚上可以住在那儿。水呢？水说呢？干什么呀你呢？在哪儿？带我去呗。你怎么抱孩子了？我说，你就让我睡这种地方？你现在是通缉犯，又不是大少爷，有个地方住就不错了，还讲究那么多？关门去！快去！只是你还可以。我饿了，你那儿不是还有点羊奶吗？连喊的奶你也抢，有没有人性？你先把剩下的奶给我，我喝了，喝了以后我就出去找奶。啊，抱好了。哎，去哪儿？我也饿了，去找吃的。